今天是2024年11月9日，星期六。三年前的今天，周深的新歌《以无旁骛之吻》正式发布了。这首歌曲是周深为古装剧《无助夫人》演唱的片尾曲。这首歌曲一经发布，就获得了腾讯音乐有你榜月度剧集 OST 最高分。而周深深情演绎，古风悠扬，好歌曲值得推荐。接下来是周深的演唱会，目前话题周深巡演收官场预售登上了热搜榜。周深2024巡回演唱会最后一站南宁站将于11月12日，也就是下周二晚上8点和8点半开启预售。这是今年最后的机会了，大家不要错过了。目前周深南宁演唱会已经在大麦上累积超过12万的想看人数，抢票压力着实不小。说到演唱会，今晚周深苏州演唱会即将开启，大麦想看人数已经超过了47万，异常火爆。而苏州文旅给周深演唱会应援也是满满的牌面，不管是官方还是粉丝应援都是非常的用心，整座城市含声量很高，甚至还给周深包了一首以周深演唱会为主题的应援船。能在苏州坐上周深应援主题的游船，那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另外话题苏州为周深歌迷准备免费大巴应援游船也在网络上迅速引发讨论。不得不说，苏州文旅诚意满满，期待今晚周深的表现吧。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截止到周深重庆演唱会结束，出席观看周深演唱会的人数累计已经达到了62万左右。你觉得2024年周深演唱会累计观看人数将会达到多少呢？欢迎留言评论，同时欢迎订阅我们每日都有健康更新。